各位，今天我从淘宝上买了一台新手机，我相信我也是很冒险的。那我现在就在用这台新的手机在拍，这台是 FlashPad 国产的柔鱼啊，间谍的手机啊。你可以这样说，我是一个抢先的一个概念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间谍的手机。现在我在拿着它拍，很重啊。就是这一台，这是一个柔鱼的手机。刚才我是用我原来的手机拍它的外形啊。我为什么买它？我是打开它，看一个比较大的荧幕，还有我在剪接这个视频的时候能够更方便吧。但是现在我拿着它觉得非常非常的重，我待会用西瓜视频剪接一下看方不方便。好了，现在剪接完了。我刚才说过的，这是一个长线的概念，屏幕打开确实是比较大一点，但是你用西瓜视频来剪接，先要把它全程草稿，因为第一次剪接的时候它不懂用这个大屏，但是把它传成草稿之后再拿出来就能用大屏了，用大屏来剪确实方便不小。所以以后我会慢慢去运用这个现在手机来为你们做视频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关注点赞及转发，再见，拜拜。